大家好，我是陆医师，今天跟大家谈谈一个比较沮丧的一个问题。如果已经是五六十岁，白发苍苍是很正常的，可是有很多少年白或者是三十出头的人都已经迈出一根根的白发，这个时候你会好担心头发会整个变成白色，我们会想尽办法来改善。可是如果是家族遗传所造成的白发是无法改变的，我们一般人呢可以针对不同的原因跟体质来加以改善，延缓白发的发生。造成白发除了身体老化之外，有的是因为气血虚弱、情绪沮丧、压力过大、营养不足所造成的。知道这些原因，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。以下的药材呢就可以帮助大家的头发转黑：桑葚、海带、黑芝麻、枸杞、何首乌等等。同时呢，如果是通过按摩跟木梳，都可以增加气血循环，减少白发的。